后疫情时代，由美国银河艺术中心、美国汉天卫视电视台、美国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华乐杯器乐、声乐、舞蹈国际大赛，在时隔两年后，于仲夏时节正式回归美国社区。2022年第六届华乐杯器乐声乐舞蹈国际大赛总决赛将在8月30日于线上正式举行。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美国银河少年艺术团、美国南海岸文化中心、美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际日报、UCLA 作为本届大赛的协办单位，全程支持参与本次比赛。举办华乐杯音乐舞蹈大赛，旨在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增进海内外的音乐舞蹈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通过比赛，为所有爱好音乐舞蹈艺术的朋友们创造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及交流学习的平台。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今年的比赛采用网上进行，比赛按器乐、舞蹈、声乐三大类轮番进行。各项比赛又分为专业组、业余组两大组别，每个大组按年龄分为四个小组，即6至12岁少年组、13至15岁少年组、16至18岁青年组、19岁以上成人组。参赛者需先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然后向主办方提交参赛视频，主办方指派多位专业评委线上评审，并最后选择出优胜者。大赛官方网站现已开通报名通道，有兴趣者可登录大赛官方网站了解比赛内容、规则以及报名方法。主办方欢迎美国本地的青少年及成人音乐舞蹈爱好者踊跃报名，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展示你的艺术才华，为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增进海内外音乐舞蹈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